好，我们再给这群可爱的小妖怪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报告一下哦，主日学的小朋友哦，你们的老师现在在舞台后面等你们，请你们现在到舞台后面集合。主日学的小朋友，请到舞台后面集合。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还没有，小妖怪不会这么容易善罢甘休的。看他们手插胸前，就知道他们是不好惹的。有充满笑脸的妖怪，有很酷的妖怪。他们紧接着，然后再带来一首会让你们特别又可爱的演出，还有。Yeah.
型哦，是看前面九八 pose 呢，买 pose 六五四三，哇，还有地板动作，三二到几了？二一零，你们要翻滚了，你要翻滚吗？要滚到台下，家长要接好哦。谢谢青云分班小朋友带来这么可爱的演出哈、哦。那其实啊，每个小朋友都是我们可爱的天使哈、哦。那看完他们这么可爱的表演，我相信啊，他们以后呢一定会进化成更棒、更善良、更活泼可爱的小天使哦。